嗨，大家好，又到了见证袭击的时刻，接下来就是见证袭击的时刻。今天我将会表演一个很特别的魔术表演，我将把这个 coin 放进这个鸡蛋里面，然后我将把这个鸡蛋削破，证明这个 coin 有在这个鸡蛋里面。这个呢，华语呢就叫做鸡蛋，英文就叫做 egg， 华语文叫做鸡蛋，英文叫做 egg。 OK， 现在请注意看哦，请注意看，嗯，已经进去里面了，啊！你不相信？我现在敲破给你看啊！看这个碗，空的哦。现在我将把这个鸡蛋敲破，请注意看。看着这个网哦，你有哦 ？Oh my god！ 我把这个鸡蛋呢敲破进去里面的，我把这个鸡蛋敲破进里面，看一下。啊！啊！看到没有？这个 coin 在鸡蛋里面哦 magic！这就是克爹的袭击。